人民力量表示，星期一朝早會響應網民發起的流動佔中，以車輛慢駛等的方式阻塞中環交通。我哋覺得真真正正佔領中環咧，最好就係繁忙時間佔領中環啊！即係你任何一個市民推架木頭車，都可以阻塞咗交通。佔領中環嘅目的就係癱瘓中環。你唔癱瘓到中環嘅交通咧，你佔領中環，你佔領中環皇后像廣場，你佔領中環即係打花園冇意思。人民力量亦都批評和平佔中發起人一再拖延佔中時機，佢哋唔能夠再等。他們在銅鑼灣時代廣場向市民派發佔中旗幟，呼籲市民加入流動佔中。有的士司機接收了旗幟，說支持他們爭取普選的精神，不過同時擔心阻塞交通會影響生計，希望可免則免。